希望賺好多錢，但係最後都唔成功。咁我都唔明白點解賺唔到錢。咁直至到2011年，我最低工資，直到我哋面臨經濟壓力，就相差20000幾蚊個月開始。因為一路平時我都係做代書同交租，一路廉價供應咗佢，但係一個浪打埋嚟就頂唔到啦。咁曾經想放棄，但係最後做咗咁多年都賺唔到錢，又唔捨得。咁就嘗試出5000蚊一個月，就希望渡過個難關。咁但係做咗兩個月之後，就政府派6000蚊。有翻年輕人話派得唔少嘅，佢話有錢嘅人俾6000蚊佢完全冇用，但係基層6000蚊可以幫到佢哋家人嘅生活，同埋就係六千蚊嘅。咁就開始組咗，總之將20個年輕人將自己6000蚊全部捐出嚟。咁喺行動之前有本雜誌推介咗我哋點樣幫老人家有錢，就點樣想同佢發求生。佢知道我難唔好難，我哋聯絡我同我哋啲朋友去咁就我哋開始參與咗佢哋個活動。佢哋每個月嘅最後星期六做一次活動，開始20個年輕人同我哋飲80個飯。佢哋就喺附近嘅店鋪買生果、飲品、餅乾同埋果酒。6點鐘集中就喺橋底嗰度發物俾工作者，我哋解放。他們每次做了個片段放在互聯網的電風那裡，令到很多人認識了他們的活動參與和支持。半年之後做了400個飯，200個年輕人參與的活動，但是都是一個月做一次而已。一路這樣的活動都年半，就吸引了無線的電風真情品味，應該大家看過的了，即是未真支持的電風。就在2012年的9月15號星期六就在無線播出來。第二日星期日，很多街坊在这个店铺涌咗嚟深水埗，了解我哋间饭店喺边个位置，系咪真系咁平咁抵食，系咪做快慢嘅活动咧？咁就成日等位嘅，咁我觉得社会力量帮我哋继续可以生存，我就承诺我够出粮够交租，我就唔加价。我坚持咗5年唔加价。咁一个月之后，金宝嚟探我，了解佢个节目对我哋有冇帮助，可唔可以继续喺度生存？我見到過佢仲喺屋企食快飯，臨走嗰時個飯袋1萬蚊，叫我幫佢做啲嘢，就派飯俾老人家同冇飯食嘅人。咁我先研究點樣做佢做嗰1萬蚊，因為大行動佢哋係每個月做一次，無論做幾多個飯都係幫到佢哋一餐飯。我就開始諗，我哋可唔可以每個星期做一次小行動去支援到佢哋一餐飯咧？咁就60個飯開始做。一路做到而家7年嘅全部情況，由60個飯一個星期做到而家1300個飯，又由露宿者開始發現到好多長者的需求，去咗屋企了解，包括好多長者係攞緊政府飯嘅，都係一電供應，佢哋星期六日都冇嘅，我就開始支援佢哋星期六日嗰啲飯，一路開始上樓買飯，由50個開始上樓，咁就開始就一路。了解到那班老人家的需求，那我的支援由50個飯盒做到100個光圈，我們每個星期六日的隔離送飯給他，了解到那班老人家大部分都在橋底上排隊等我們的星期六日，我叫他以後不用排隊在家等我們，現在上樓已經去了4年不停地上樓，做了5年就開發了一個圈叫禮國圈，有100個長者，咁到2017年，我哋開始就一路開拓到6個圈，所以我哋而家由60個飯開始派到1300個，咁就要不停咁樣開拓開拓。咁但係到目前為止，我哋都冇攞過政府資源，我哋一路都係靠紅票社會嘅力量出嚟，一路維持到我哋個服務，夠用就得㗎啦。我哋嗰間店鋪咁就可以做夠量交租，我就唔使用基金得。我哋嘅基金可以99%都排咗，咁就唔使好似佢哋啲飯堂咁樣40%減錢啦。而家啲社會企業攞政府嘅資源開放，大部分已經變咗50%以上，係使曬啲基金咪得咯。我話呢啲唔係叫社會企業，呢叫洗錢企業。我希望能夠改良到佢哋所有企業都可以長期服務嗰個社會，呢叫社會企業。咁就要不停咁樣推動個社會改良啦。咁同埋希望能夠政府每一個區都有一個飯堂做到星期六日，啲飯俾佢，咁先平衡到各個區嘅利益。佢一定要用我哋嘅方法，我哋又唔攞佢錢，我要做俾佢睇。點解我哋可以做得到？
點解咁多有錢佬做活動，仲要推動佢哋做活動？咁同埋我哋喺個活動裏邊又經歷過佔中嗰段時間，我得翻三個人好過，我就開始研究點解嗰班人之後唔做。咁最後我喺政治大學幾十分鐘我分享，我就得佢年輕人講。我話而家嘅社會係通過咗對年輕人所教嘅，嗰啲家長以為咧就寫讀書咧成績好就得啦，唔使教。我話香港有十個年輕人，你唔教佢就俾人講大話啫。我哋香港個支持就越嚟越低。我希望用我個方法帶動嗰班年輕人參與社會嘅服務，培養翻佢哋嗰啲能力同愛心，就會多啲人參與社會嘅服務，就會少啲人抗爭。我希望政府做翻好啲，能夠令到嗰班年輕人有個希望。個個有地方住，咁先至可以令到社會穩定嘅。呢啲政府嘅方法，呢啲政府好多方面都要改良。我上屋轉派埋一段時間，喺一六年嘅社嗰個叫區議會選舉，同我一齊活動嗰個社工真係好勤力，配合個地區，甚至老人家有病會幫佢睇病，老人家死咗會幫佢執葬。佢話佢報咗名參加區議會選舉。選舉委員會規定佢哋所有參選嘅人，12號開始唔俾派文件，又驚佢哋會選。佢叫我啲飯唔好接落去。我即時諗到，點解佢哋選舉期間佢哋冇文件？佢哋個組織同組織度一年申請80個萬俾獎者，佢又唔派。同佢競爭對面嘅對手，又同聖雅各申請100個萬，一年公園俾獎者，又唔敢派。我即時去問到我區議員。我問他們選區議員做什麼的，選區議員都想幫街坊、幫基層、幫到個地區，為什麼未選的時候他們有反對，這些選區議員沒有反對，他們兩個解釋就說我們不敢派，不敢派是犯法，我這些就是選區委員會的漏洞。我就上個堂開會，我說你們屋邨裡面有誰會做委員會支持你們這兩個，我用我的榮耀即是狼身上80個萬，一致公平由我哋嘅義工接手，我交俾互助委員會批咗，我唔使你區員做。對面嗰個黨我又申請100個分，我兩個區員都唔使你做。我要繼續保障嗰班老人家有份選，但係我個能力幫到呢條村。成個香港咁多區議會選舉，我嗰條村都老人家冇問題，我唔識點解。我個選舉委員會自己同嚟，我話點解十幾年嘅選舉都唔識改良？你就即係坐喺辦公室嗰度諗點樣公平競選？有冇諗到佢哋呢度居民嗰啲嘢？嗰日我連選委員會都訪問過，好似唔啱我哋調講，我希望佢哋聽好改良。因為個社會成日都係佢哋唔前進就落後㗎啦，而家佢一定要一路咁樣推動個社會前進先有用㗎。如果我香港就繼續落後，咁一陣你哋落到去了解之後。看到有什麼問題在那裡直接可以問我，即是派完話之後看到有些你們明白可以問的，那我在那裡會跟你們再談談。那現在我們的活動全都派飯農村又帶動那班年輕人參加，那還要做一個平衡區裡面的利益，很多小店鋪因為我們買得便宜，就是有東西派都會影響他們的生意，我們要怎樣幫忙繼續在這個生村怎樣平衡區裡面的利益，就而家仲一路推廣到用我哋嘅行動去點樣填補社會嘅漏洞，好似一個社會福利處係一個好有錢嘅機構，佢哋要幫好急需要嘅綜援家庭申請綜援，但係政府要審批，最快都一個月先有錢俾我佢哋，呢個月政府係幫唔到嘅。我揾地政主任傾，我話如果有啲個案，你可以寫封信俾受助者嚟揾我，幾時攞到綜援？可以在一段時間幾乎他每日兩餐飯直到拿到綜援為止。現在有更新會、電道會，他們坐完監出來那些沒飯吃的地方全部夜到向他們講講，他們會轉介給我支援了15日，在15日裡面他們就想辦法幫我找夜做的地方。我們現在的行動已經支援了7至8個地方機構，到目前為止我們都沒拿到錢，一直都是用電上面，我們要用我們的行動感染所有人有心人士的力量出來，我們就可以一路這樣服務。為什麼我不可政府這個原因，就是我不想他們浪費浪費那麼多資源，真是一個飯堂他們只能賣40元，就賣10元，你給1000萬就400萬，但是我們的基金在7年裡面我們統計了，我們不夠1%的行政費，
我哋可以將99%都排走，所以用呢種方法去改良，好叫所有嘅社會機構，啲人慢慢咁樣慳翻多啲錢，就幫到更多嘅人。